早餐时间，有沙拉。冻饭，热食，然后朵，沙拉姆西，朵朵拿着面包，面包看起来就很好吃吧？朵朵的冻饭，好了，要先吃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开动。一面吃早餐，一面看雪景。今天下大雪了。水果鲜奶油，给它拿去烤，应该很香。好吃哈。嗯。现做法国吐司，就在饭店餐厅。准备去高了，这间饭店还不错，特别推荐的就是它的早餐，特别好吃。啊，终于晴天了，不错，窗很大，很舒服。大澡堂有三个浴池，两个室内大池，然后一个室外的，很棒。不过有点热，昨天泡了一下就觉得快要脑充血，太热了。我们退房了。外面比较舒服，比较凉，里面太热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银色世界，我们住的就是这个 hotel。它呢是今年的2021年的2月1号开幕。想吃什么？没事。想吃冰啊？对啊，想体重。啊 ，OK。我在等红灯。这就是雪地里面的十字路口。这种地就不太好走，不错，从这边过去吧。我们上次没有走这边呢。好吧，好吧。哦，好冷啊，因为我们在冰箱里面。现停跟对面我们住的饭店。凉啊，我应该说凉吗？因为饭店里面太热了，所以我走出来就觉得现在刚刚好。哇，这边怎么那么漂亮亮呢？记得上个月我们来的时候还有叶子呢。好吧，我们走在冰块上面。小心你不要踩到那个水滩里面，那鞋子会湿掉，因为你脚会很冷。记住，走干的地方。这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不过这边漂亮就好。回家以后，我希望我们那个地方不要下雪。不会，我不希望下雪。花园的工作等着我做。好了，我们到现庭来了。这就是正门了，上个月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景色。
已经都是一片雪了，一片雪了。那个树，那个树叫做，那不是枫叶了，银杏了。现在已经枯了，变白色的了。OK， 这是大门。哇，银杏纪念碑，好漂亮。在我们家都不会玩雪，来这边玩一玩，然后回家不要下雪。等一下，我先拍一下这里。OK， 还好没有飘雪，飘雪就不好拍了。出太阳了。小麻雀，还有鸽子，哇，它们都不怕冷哎。哦，雪地里的小麻雀。好，上月我们来的时候，这边是黄色很漂亮的银杏叶，线上都是雪了。今天应该有吧，今天是礼拜。现在维修，现在没有忘记。啊，维修，现在维修啊！我还以为今天可以参观呢。我的手已经变得红红的了，太冰了。キュア何してんの？キュア何してんの？不能参观、残念でした。今天的行程就是在这里雪中散步。不想流鼻水，它都会自动流出来。川の中の水も凍ってるじゃないの？雪中的枫叶。这次呢只有住一个晚上，我们今天就要回去了，所以算闪游吧，两天一夜闪游北海道札幌。没有玩到什么，不过呢雪中散步也不错吧。这里好像那个奇幻世界的感觉，不晓得这个雪有多深，不敢踩进去。我们家朵朵明年他的公司班机飞得比较多，可能不能在家陪我了，要住在机场附近了。接下来换皮皮回来陪我。就是这个嘛，上回有看到的这个沙包。哇，这种雪地不喜欢，它已经开始融化了。在雪地里走真的很刺眼呢。哦，我现在眼睛张不开。边走我的眼睛雾气的看不到。你要进去吗？里面有什么？这里是札幌车站附近的那个白色恋人的专卖店。
甜点。这里商品是可以一个一个单一购买的。札幌电视塔，呜，好冷呀！上个月晚上就是很拍的，因为现在都是雪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现在跟朵朵去逛一下李小璐，逛完以后差不多就可以去机场。好啦，这就是大通公园的冬景。冬天的大通公园，我们来到李小璐咯，这样走，这样回来，好啊，走。好了，我们走到了札幌车站，准备坐电车到机场。可是因为那个下雪的关系，好像现在一时终止电车，希望不会影响飞机。刚刚下电车，今天电车上实在是太挤了，可能是因为回乡过年吧，车站爆挤的。刚刚电车因为雪积的太大，一时那个终止，迟到了20分钟。OK， 今天早一点到机场，所以来逛一下机场。这边是新千岁机场，这家很有名，听懂的时候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它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这个。它看起来就非常的优啊。
家朵朵最爱吃这个。新年限定的。买好了，我们养的。日本要准备过年了。现在在机场，等朵朵买冰淇淋回来，等飞机。どこのアイス？ユタオでしょ？違う。違う？朵朵特地去キノトヤ买的冰淇淋。嗯。好了，我要吃冰淇淋了。